人慢慢进来了耶。你们可以先暖身一下，你们会害怕待会要做的事情吗？会。So sad。那可以直接点进我们的吗？哎，可以耶，好棒哦。等一下，编辑一下哦。耶、yeah, ，人一直跑进来了。哎，大家是不是对 YouTube 的直播比较不熟哈？大家可以留言，哎、欸、，YouTube 现在是连上线还是没有？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他们讲话吗？等一下，因为这边今天会有一点卡卡。有人数，快点！我们现在破百人，我们就要直接开始了。哪一张？赶快把朋友们一起叫进来！啊，有有有，人数要破了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，开始讲。好，今天的主题呢，一开始啊，要跟大家讲的是减肥要找对伴。那对从不运动、很少运动的朋友来说，除了体脂肪通常过高以外，我已经开始了，所以慢进来的同学记住咯，我们今天都会在 YouTube。频道直播，然后我现在身边有四位美丽的好伙伴，待会会陪着我们一起直播。今天的内容非常有趣，你们就可以直接学会一首让你哀嚎，老公也会哀嚎，男朋友也会哀嚎的 sexy dance。然后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继续讲下去喽。今天前面的观念篇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减肥要找对伴。那对从不运动、很少运动的朋友们来说，除了你们的体脂肪通常过高以外，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们一下什么叫做体脂肪过高。一般而言呢、啊，成年男性的体脂肪只要超过25%，成年男性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成年是几岁啊？18、20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有专业人员。20岁成年立刻被纠正，你完蛋了，妈妈，你以后女儿18岁就成年了，因为是妈妈说的。所以一般成年男性就是20岁就是成年，体脂肪率如果超过25%，成年的女性体脂肪率如果超过30%就是肥胖。所以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他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？那男生的体脂率呢，通常我们讲的健康范围是在 15% 到 25% 之间，我们都会把它归类在 safe 健康的状态内。那女性呢，如果是在 20% 到 30% 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，所以女生也不用把自己逼得太死。那当然你的体脂越低，你的线条就越好看，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。那确切的数据啊，也会因为年龄而有所差别，通常年龄越大体脂就会越高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。那其实除了体脂会越高以外呢，身体啊会很容易开始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小毛病，通常也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家才会警觉到健康有多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在 Kimi Bar 30日减肥计划中学到的不只是健康的概念，而是更多意志力上的坚定度，还有如何去面对生活的态度。那在这30天里面呢，我不会教你们那些挨饿啊、过度运动等会容易伤害身体的激进式瘦身法 ，no， 因为本人我也不做这种事情。我只想直接带着你们亲身去体验，就是光是学会如何改变，然后如何吃得更健康，如何动得更有品质，很有效的去分配并管理你自己的生活，慢慢的去重拾年轻的本钱。
你就会明白你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你过得有多挥霍，对不对？来承认挥霍的自己举手。你看我们这里没人举手，我们身材都不错。对，你把自己身体养成这副德性，不能怪别人，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。那我知道，因为当然要坚持一件对的事当然不轻松嘛，可是我们总是要想办法，就是找一个理由让自己愿意继续啊。所以你们可以开心，因为呢我要带领着你们，让你们在每一天这样一点点的去发现自己的身材有哪里不同了。就每一天这样的十分钟，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自己身材开始改变，然后每一天你都会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好一点，身体强壮一点，气色越来越好。我觉得这种啊会让人热血沸腾，然后对自己的身形会有一种深深着迷的这种成就感啊，你一定要体会，而这是我想要带着你们一起去体会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带来了一群运动好伙伴，尖叫耶、yeah! 所以我知道我今天好不孤单，我前面的十分钟呢有人陪我耶、yeah! 所以接下来呢，好，今天呢就是我要直接带领着你们去上我们上次在 day 8的时候，我跟你们稍微介绍了一下 Kimi Bar Move 这个课程嘛。那为什么对于减脂这件事情这么有用？因为它是搭配 Kimi Bar Body 的运动，就是 Kimi Bar 的运动，再加上 Kimi Bar 的 Move， 就是很入门、很有趣的舞蹈。那我们会先做运动，上课的方式是先运动，你的核心训练完之后再来跳舞，你就会发现身体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啊、你们没有人出生是怎样？我说身体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你讲对不？对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你要找一群好伙伴运动的话，就找一群快乐一点的伙伴。然后呢，今天好，他们就要直接开始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顺序开始变动了。记住我说，第二周开始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找一点新鲜事，让自己觉得动起来更有趣。所以前面先跟着我们一起做 Kimi Bar 运动，然后后面的那一 part 我们会直接带着你跳完一首3分钟的舞蹈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好学，但是你今天晚上老公可能不会让你睡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好了，我们要直接开始喽。你为什么听到老公不会让你睡，你这么兴奋啊？妈妈，我不想睡。妈妈，你这样可以吗？女儿可以看这个直播吗？我忘了，对不起。还好 YouTube 有分龄哎。这样你应该会蒙住他的眼睛吧？还是蒙住耳朵？哎，那我们放十分钟的，好啦，直接来了。我们从10分钟开始。哦，好累哦，自己先说。你们要不要一起？我们这边有两个美女坐在对面，帮我们加油，好来了。啊，对，数拍的十分钟哦，直接来了。对，哎，开始没有这个了。你看我紧张到都忘了。好来，音乐下，帮我们留言加油。耶，耶。好了，预备了，大声一点哦，下。
对，翘屁股。不好意思啊。Thank you.
好了，我们准备直接来第二趴了，好不好？就直接放那个，我们收一下，收拾一下，然后就好，请两位先进来，然后麻烦小峰手帮我拿血血儿。坐下，好，先放这，再麻烦，小心哦，小心。哦，第二趴，谢谢哇，还有美女送水。第二趴呢，好，你有两个选择，我先坐过来一点。你可以像我们一样，我们穿的是拉丁舞鞋，或者是你就打赤脚进行，这两种都是可以的。那就是如果你有。拉丁舞鞋不可以穿自己随便的高跟鞋，不建议。拉丁舞鞋，然后或者是你就直接打赤脚跟着我们进行，或者是你觉得不介意你家里有干净的球鞋的话，你也可以穿。那穿鞋的画面我就不方便让你们看到咯，还是你们想要看我穿鞋的画面也是 OK 啦，请留言。这首歌呢是最近啊蛮热门的一首歌，叫 Poquito。 然后为什么我想要选这首歌教大家，因为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慢慢来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心境跟我们的运动，然后在这第十天刚好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，可以带着大家慢慢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各位美女进来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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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出来一下，然后你们进来。如果觉得我们很正的话，请留言。没有人留言。
简短的，因为在礼拜五 Friday night 的晚上呢，就有一群我们的好朋友小鱼、谢爸、亚竹、咪咪，然后我很哽咽，我好感动哦。礼拜五的晚上，我觉得如果你太多人约，你没有一通话都想去的话，那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跟着我们一起放着音乐，然后我们会把其他的所有更详细的资料放在资讯栏，然后所有的问题呢，请一定要先看过、复习过我们的 Facebook 的每一次的直播，那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、我们的 YouTube， 还有我们所有的 Social Media FB， 然后所有的问题呢，都会在 FB 的 Day 1到 Day 9都已经有清楚详细的解答，那记得这边跟大家告一个段落喽，拜拜。累不累啊？累不累？累，耶！